Yes, it's a good day for singing a song, and it's a good day for moving along. Yes, it's a good day. How could anything be wrong? A good da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And it's a good day for shining your shoes, and it's a good day for losing the blues. Everything to gain and nothing to lose. A good da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Hello. 今天是要做一个漫威卡特特工系列唇膏的开箱加试色，因为跟他合作的这个美妆品牌其实还是一个挺小众的牌子，所以我就找了美黛去买的。当时我本来打算就是我回学校回成都那边之前应该就可以收到的，但是他在寄的过程中出了一点问题，所以我回来之后才能开这个包裹。这个盒子我现在已经把它当成我的一个收纳盒了，里面放着一些，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不常用的唇膏，我就把它们一起放在这个里面。它这一个套盒里面其实一共就只有这三根唇膏，一个是102叫 Sweet Dreams， 103叫 Forget Me Not， 104叫 Always Be True。 它这个壳子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看的，但是它上面不会留指纹，因为它是有这种棱的，但是你摸久了它还是会变脏。然后你们看，它其实是挺薄的一个这样金属的壳子，它里面是一边印了它品牌的名字，另外一边印的是 Marvel 的一个标，然后管底印的是它应该真实的色号吧，比如说104这个它就叫 Red Hot Red。 我觉得它这个盒子里面你看是这种绒布，然后它是上面一层下面一层，下面就是像暗格一样的放着这三根唇膏。如果你拿它做一个收纳盒的话也还挺好的，你下面可以把这个起出来，然后随便放点什么东西，然后把它盖住，上面再变成一层放其他的东西。然后它这个盒盖上里面印的就是这个 SSR， 是那个 SHIELD， 就是神盾局的前身，就叫 SSR。它里面哦，我当时是因为看到这个所以觉得好好啊，特别想买来收藏。这个是货碟，然后上面写的是 With Love Howard。我觉得啊、哦，好甜呐、啊！里面还有一个这种打印的，就是 Stark Industry， 那个怎么翻译过来怎么说？斯塔克，斯达克，斯塔克，斯塔斯斯塔。Are you Tony's stank？ 上面写的是 Peggy，Peggy 就是卡特特工，他的名字就 Peggy Carter 嘛。Say hello to your newest pieces of tech。哦，大概我直接说吧，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是给你的最新的装备。然后 for security purpose it will appear to be an ordinary jewelry box， 为了保密起见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首饰盒。然后把那个 tab 打开， tab 就是刚才那个隔板那个暗格，打开之后里面是三管唇膏。它这上面特别可爱，还写了 to make our tech as convincing as possible， these products will resemble the popular cosmetics brand Besame。 Besame 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是有一个加皮儿的小意，这个应该是西班牙语。我查了一下，它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吻我。To the public, this looks like three top-notch lipstick tubes, but the number on the front lets you know what they really do. 哦，它那个 number on the front， 哦，比如说 Sweet Dreams 就是可以把人麻醉嘛，然后 Forget Me Not 应该就是可以清除人的记忆，这个好酷啊。还有 always be true， always be true 应该是，always be true 就是吐真剂的类似的用法，就是可以让人说实话。下面还有三个，你看这是102 103 104， 它前面就是有一个很简短的一句话介绍这个色号，比如说 sweet dreams 它说的是 neutral red lipstick suitable for everyday wear， 就是很日常的一个颜色。然后它后面就是它真实的说 careful with this one, a single kiss on the lip and your date is out like a light， 就是 pass out 了，就昏过去了。103是 forget me not， a natural rose shade 是玫瑰色， that looks like your lip but better， 就看起来很像你自然的唇色，但是会让你看起来气色更好。特别 Q， 上面写的是 if someone spills the beans during the mission， 就是说如果你在任务途中出了什么岔子的话， I know it never be you， 我知道就你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的。 A
single kiss on the lips and they won't remember the last 12 hours. Last 12 hours. 可以让人忘记过去12个小时发生的事情。It is always be true. 它上面写的是 a highly pigmented red.如果你人手不够的时候，你来不及审问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口红。And no one will be able to lie to you. 没有人可以跟你说谎。Use them wisely, my friend Howard. 这个是落款。我觉得他们这种就是最打动我，想让我买这个套盒的，其实就是这封信，还有这个照片和他们就这种包装，真的做的特别细致。它里面的口红形状是这样的。我先从最浅的这根103开始试。那这个套盒在官网的售价是$68，里面一共有三根唇膏，还有 Howard 给你写的一封信和他的签名照。我觉得$68三根唇膏这个价格还算可以，然后如果你找代购的话，寄到国内大概也就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关于合作的这个品牌，他自己的介绍是 Luxury Vintage Makeup， 他们家做的基本上风格都是那种复古系列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一下。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我发完这个视频之后差不多就要准备回去上班了，继续做我的人民教师。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你多多弹幕、硬币、评论、分享、收藏、转发、点赞，我们有缘再见。